个位置直接过来打了三个，而且这个拉比克没有做到这个两级反转，正面再过来交一个冲锋情况下，看老奶奶这边那个踢出如何，正面蒙马克的时候古命指环，整个后排的一个蓝胖状态不是很理想，但是感觉地主伤害有没有，还好配合这边米拉娜收掉了，但是这边马尔斯有点顶啊，感觉其实选那个买活直接过来扎出来了一个全能骑士，你这边还在过来拒追，但是所有火箭直接来了，这大车被秒了，再往前拒追，这个米拉娜血量很残，一刀下去手起刀落人没了，这接下来已经是一个死问的杀戮秀了，又扎回来个猛犸，他的全能和这个猛犸都得死，来了追大鱼，大鱼我要死了，这波全坐下来冲起三个接一个船员，还有还不一死不了，我会想都是抢盾吧，有这个想法抢到了吗，没抢到，但是把肉山给打掉了，奇迹是夺取了不朽之守护，但是这波人能走吗，没走掉，小狗开狂暴顶了光击阵，但是拉西克小狗抓了拉西克，还好拉西克是带盾的，这边出了之后就没死啊，盾交盾了，给你一个卡视野放大，没有给你视野气，还在往前冲很猛，双辅助全是残血，蓝胖一个爆，这些诺能收掉绵绵吗，拉希克第二次倒地，这一次没有不朽之守护了，谢若也死了，你命该滚，